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马上就要进行的呢是第十届中国围棋龙星战 A 组第二轮的比赛，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李维清六段和韩懿周七段，由我和张东岳老师为大家讲解啊。张老师你好，邱丹妮老师你好。这个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去看一下吧。这左边这位是李维清，右边这位韩懿周，都是很年轻的棋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A 组的对阵。哦，A 组等于现在刚下了一轮，是吧？李维清赢了王晨鑫，对。是。现在是对阵韩懿周，哦。他的这个对阵的顺序应该是先以段位来看，是吧？段位低的应该是在前，好像段位是，高的在后啊。那么，如果同段位的话，应该是以等级分为标以准，等级是分为标准，吧？好像是这样。哦，李维清是猜到了黑棋。对，他这个赛制呢，就是这个本赛阶段呢，他是分 A 组和 B 组啊，A 组最后要出现两人，B 组也是进入半决赛。然后这个半决赛是要交叉淘汰对是对吧？对，是的。啊，等于就是 A 组的第一对 B 组的第二吗？是这样吗？感不觉是上，很确定，感觉上应该是这样啊。啊，这两位棋手都很年轻对，那韩懿周在去年的围甲联赛上呢，是代表北京队出战的，而且战绩还不错。啊。李维清是代表上海队出战的，对。这两个棋手都看起来都很瘦弱，比较。李维清是湖南人啊，湖南长沙人士，那个韩懿周是韩懿周是北北京京人，本土人士是吧？对。但好像北京出来的这些职业棋手相对来说好像要少一些，对，就是北对，京本土的比较少，比较少。好像就是孔杰、孔杰陈啊、耀烨，陈耀烨、汪洋那时候，对对对，相比其他省份，好像职业棋手出的要少一些，好像。对，像李维清在长沙，就是湖南省那边，好像出来的职业棋手是非常的多，对，这个可能也有一定的围棋土壤的关系，可能是。但是长沙呢，其实因为他没有围甲队，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原籍是长沙。很多出来的都是这样，像彭丽瑶，他也是对，湖彭南，丽瑶也是湖南长沙人对，是的，好，那我们先来看看棋吧，一边看棋一边跟大家聊聊这个年轻棋手哈。对。这盘棋呢，经过拆先是李维清执黑先行，我们刚才看到。下了一个二连星，现在双星对双星也是很常见哈，对，现在，这个可能是棋手们，因为现在用那个人工智能摆棋的会比较多，对，可能这个二连星对二连星，也许是，推荐的最多的招法，应该是。所是以这说呢，样，可能是由于快棋的关系，大家可能就是会尽量找一些自己相对熟悉一点的布局来进行开局。现在拿黑棋的一方就觉得这个天幕的压力很大这都觉得拿白棋的一方好像反正大家是普遍这么认为的。但是我老觉得这一目棋真的是能够决定胜负吗？尤其是在快棋当中来讲，这个一目两目发现到最后，可能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它只是可能对自己的心理会有一定影响，没错，也就是仅此而已。对，我记得之前朴廷桓他比较喜欢下的是内挂，双内挂，有一阵儿还挺流行。张老师不知道就怎是么，内挂，然对，后。他就两个内挂，然后再拖一个，不管是拖那个还拖这个，其实意思都一样我记得这个布局，好像听你这么一说，我有点印象了。但是我们以前下的时候，好像就这招棋，觉得好像都是非常舒服的一招，就是走在这个星位这个位置上啊，就是因为好像这一手棋起到了两个开拆的作用，总会觉得这个效率比较高效是率比吧？较这样讲高。但现在好像见不着了，没人这么下对，了都。因为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看起来比较的潇洒，这个棋，但是其实它的实际的效果好像一般，因为这个地方虽然说你一手棋是起到了两个开拆的目的，但是它两边都有打入，对，而且就是黑棋不好防，是的，是的，所以说这，接下来又不知道是跳哪边，你跳这边还是跳这边，反正另外一边都又打。对，你无论是跳哪边，它
马上可能就要打进来，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说如果要是棋手觉得胜率这个东西对于他来讲无所谓的话，其实可以这么想，但是由于现在这个胜率实在是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是一盘胜负的一个根基啊，所以他基本上会下像这个拖是吧，拖这两边这个拖应该是对，是的，反正都是一个意思啊。关于这个二连星的开局其实应该是有很多啊，嗯，看他实战这盘棋是下的什么，他挂的这个挂角，哦，之前我也见就是黑棋很多就直接点三三了啊，就直接点了，然后白棋又挡这边，当然也有挡那边的，现在都喜欢挡这边了，以前是挡那边比较多好像。对，现在感觉下什么的都很多，小飞吗？还是也有长的，反正小，可能长一个多见一些吧，也就大概是这样，长比较简单啊，嗯，长一个多见一些，然后再挂过来，挂过来，嗯，或者是什么点三三又来了，是吧？也有，好，黑棋接加之类的。现在的棋呢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嗯，如果你要是把这个一盘棋谱拿过来，你把两个名字去掉的话，你是完全不可能猜到这是谁下的棋。这跟以前的棋是不太一样，以前的棋你拿到一盘棋谱，你可能比如说我们都以前是用那种分谱啊，一个谱就五十招棋，你一看这个开局，你想，哦，这个开局可能是谁下的，吴正树老师下的，啊，对、那个开局是聂卫平老师下的，这个因为每个人的布局可能都比较独树一帜啊，别人也学不来，但现在一看你拿一张棋谱一看，哎，大家都差不多，对，长得都差不多，这每张棋这个所以说也就很头疼，是的。像这个可能其实挂哪个点三三应该是都可以选择，嗯，因为现在拿黑棋呢，那一方如果是慢棋的话，总想下的更积极一些，或者说下一些自己比较熟悉的布局。我们刚刚也说，就是觉得这一目棋其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事实是，他们那些顶尖的高手呢，他们觉得好像差挺多的，对，然后他们下黑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总会找一些，或者是熟练一些，或者是有点什么套路的之类的。总之，黑棋来讲，可能希望下的速度相对来说要快一点，对。他是实战，他是下的这个挂角，这个，白棋小飞，我现在还听说这个，觉得能挂着一下，他就已经赚到了。反正有这说法。这个具体来讲，好难理解，很难理解。我们如果尝试性的理解一下，就是他可能跟挂的方向是有关系的。嗯，因为呢，如果是我们看白棋，如果要是选择一个手脚的方向啊，总是想选就是。这一边对吧？对，因为如果黑棋手脚的话，他比如说单手也是守这边，也是守这边，因为呢，他不仅仅是在开拆自己，同时呢，对白棋这个行为呢，也有一些影响啊。嗯，你相对来讲跟这个小飞比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小飞明显对这条边的控制力好像要差一点。没错，所以说他可能觉得这面就是先挂一下，就是不让你去小飞在这个位置。嗯，我只能这么去试着去理解。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其实也很难说。意思就是张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是要飞在这儿的。对。那么我挂着了之后呢，你变成你飞在那儿了啊。对。然后呢，这边呢，如果是作战呢，他也不怕。啊，就比如说你，假如说你要以后要尖顶，那么你这个子的位置明显不如在上面。对。是吧？啊，如果你要是跳呢，他可能这个人工智能的招又来了，他刺一个，刺这个，对吧？但这个反正之后的变化。相对就比较多了啊，我还有见过这样的，就是黑棋刺一个，然后有一尖顶之后就形成一个很大型的变化。对，但是我见的一个特别简单的变化，说还有这样的，冲完了，冲了一退啊，对，冲完了就单退一个，呵呵，特别简单，这个大家比较好记，可能对我们朋友们可能学定式也就学这个图就可以了，不太需要学什么冲乱这个，我们并不太推荐，完全搞不清，所以说呢。他这个，嗯，如果要是真的这么下，我相信这两个人肯定也是研究会比较深。他对，是的，是的，嗯。所以说呢，这个有点跑题了啊。嗯。他先挂了一下。他挂了这个，然后呢，又挂了一个。又挂。以前有挂完了直接点三三的。对，试过几盘，好像我看。嗯，但这个挂角也很常见啊。这个挂其实首先来讲，它适应手的这种味道要多一些，就是看你这边怎么应。
对，你如果要是选择这个小飞呢，它可能就是可能会下的比较快速一点，比如说飞在这边，或者是再小飞一个，也有可能会继续在一个地方去完成一个定式。没错，我在想武功老师的话，他会不会这挂脚两下，然后中间连一个？武功老师可能都没有这些铺垫，直接、就是、这些挂脚的这个东西，你可能都不在他眼里是吧？也许挂脚可能也是这种非常华丽的二尖高挂啊，这个可能是武功老师的棋。其实我觉得挂完了就反正我就飞这边吧，意思是一样的。飞一个呢是相对于这个应该说这边来说。它是最有效率的这种下法，远比你单拖或者单拆一个更有效率一些。对，觉得飞这一个。总之这样呢，其实也是一盘棋，还早得很啊。作为布局来讲，我们可能会看到，比如说，我们再谈一谈人工智能这个话题啊。嗯。它可能这些布局之间差的这种胜率点啊，可能也就是在，二点几、三点几。但是所谓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掌握起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困难。我竟看见那个90%多的胜率，然后被翻盘的，屡见不鲜，所以我觉得已经见怪不怪了。目前来讲，人类对这个胜率的控制力还是差的有点多。嗯，啊，这个实战呢挂这个啊，这个韩一舟这步棋下的也比较有意思啊。是的，你挂我也挂你。嗯，这样就容易打散了这个整个局面。就我们以前来说，好像就是说你黑棋挂了，作为白棋来说，好像无论你硬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是在这个地方去硬啊，无论是你加工也好，还是跳或者小飞，甚至是走别的。嗯，那之前呢，我们会认为这个被双飞燕过来是一个很严厉的下法，这个棋。但是呢，发现这个棋我们以前下最多是这个，是吧？嗯，然后点一个三三。嗯。现在好像都见不着了，现在都见不到了。这双飞燕一般都是靠压的。对，反正无论是你往哪个地方靠，它都想靠。嗯嗯。然后一般比较多见是拖，也有点或者长。对，长拖点其实也都有。嗯。长呢，它就挡住。反正觉得这个形状呢，不是很担心。啊、对。你尖呢，它就顶或者是什么飞一个，反正也有。嗯，然后呢，你点呢，他就虎，他觉得这个，双飞呢，并不是你想象中这么严厉。对，是的。而且你要拖呢，我们以前好像对于这个拖来讲是比较担心。嗯。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以前好像下什么比较多，粘住比较多。粘住，现在也有靠在上面的。对，这两招好像粘的比较多。对。但是呢，现在发现有一招很简明，就刚才邱老师说的靠这个。嗯。这步棋，从简明的角度来说是很好的一步棋。哦，常老师比较看重这个是吧？对，就以前我们好像很少会想到从这个地方去，嗯，你总觉得好像你这个地方有一个断点啊，这有一个冲，嗯，你就感觉这个形状不太好补。但是呢，它这一靠呢，其实反而就比较巧妙的解决了这个难题。嗯，冲一下，粘住，然后再搬，嗯，这个是，它就粘上吗？这个粘也有，也有粘，也有也有脱线，嗯，啊，比如说粘一下，或者不粘，其实可能都有啊，嗯，白的就拆一个，也就是说呢，即使我在这个地方选择脱先，嗯，那这个地方其实可能也就是一个两分的一个变化，你比我多手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是吧？就是也还好，嗯，所以说呢，就是白棋也并不是很担心你这个双飞燕的下，嗯，他这个。反卦呢，我相信其实也是有一些，就是说快棋上来讲，韩一舟有一些战术性的考虑，因为他觉得可能你如果要是啪啪啪，就是下得很快，嗯，啊，然后他呢这个卦可能也是会觉得我怎么去破坏一下你的这个布局的思路，这个我相信战略性可能考虑的要多一点，嗯，他实战是这么下的，然后黑棋。硬得很冷静，他就小飞了一个，小飞了一个啊、嗯哦！他反正也不知道你要干嘛，你觉得你接下来你想干什么？既然不怕我双飞燕的，那我就索性那就听你的。是的，是的，是的。他也就先硬一个，这个硬一个肯定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嗯。这个就新位挂角，如果说脱先的话呢，就最近也有流行的下法，就是除了双飞燕以外，他可以直接点三三。啊、哦，但直接点，这目前这个情况下肯定不太合适，我觉得。直接点就是双方都下的会相对来讲会简单一点，简单是吧，长搬然后
就搬一下。嗯。现在也可以去走别的。对，也可以脱先。嗯，但是这还没有这手气。嗯。对吧？没有这手气。嗯。也可以去继续走，爬。嗯。这些都有。爬是大概，白的需要去追求一下效率呢。嗯。就再逼一手。是。总之呢，这些变化。黑棋可以选择的点也比较多，没错。但是呢，白棋呢，好像也都不是特别的担心。是的，这个地方呢，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假如说白棋搬下去，他不打算爬这个的话，嗯，那我觉得这下还不如不搬呢。如果说不搬的话，黑棋他是连在哪儿？他是单退出来吗？不搬呢，肯定是就他退出来是吧？哦，就觉得这个形状好。他觉得如果要是你要能搬到一下，你脱先，我再断，他这个地方有一些借用吧，哦，就有一靠。那就是说觉得扳着一下还是好一些，对，将来即使你要选择这边拐的话也是扳着一下好。嗯，那倒不一定。但是反正感觉上好像扳掉的就比较多，那这个感觉上应该是怕黑棋一手棋就退回来，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借用。嗯，因为这下如果说不扳的话，黑棋他这边下起来会比较为难，对，他直接跳不出来，这里有冲断，所以他大概要走的话就爬之类的，所以我是这样想，我是白棋如果说不打算搬了爬的话，他是不是这个搬可以考虑先保留一下？哦，但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黑棋一旦被黑棋退到这儿的时候，嗯，你可能也没有心去拐这个，大概是因为这个已经对于黑棋来说，对于白棋来说，黑棋这个已经非常的坚实了，你再去拐这个，嗯，你总觉得会比较奇怪，这好像，嗯。这并不是你的后事，这你要被攻击的。嗯，所以说呢，这个，基本上还是要搬下去，是吧？只能说是在很大很大概率上，你搬掉是不太会吃亏。嗯，啊，因为黑棋可能也不会去在这种地方去走。哦，嗯，好，这个是我们刚才摆了摆这个一些想法吧，一些就是说在挂角白棋脱先之后的一些想法。对，这除了双飞燕，也可以直接点三三哦。小飞，嗯，然后他挂了这个，这很有意思。黑棋抢先挂了两个外挂，然后白棋，你挂第二个的时候，我有两个外挂。嗯，这个开局，我看的我似曾相识，但是会感觉看起来比较的头晕，嗯，因为现在就是说会出现一些很多不确定的点，就是，嗯。你看这个地方也是挂一下脱先，然后这个白棋也挂一下脱先，嗯，然后这地方黑棋也在挂，嗯，然后白棋那儿又挂了一个，你就会觉得你完全在一瞬间你会迷失，你会找不到现在问题的整盘棋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啊，嗯？张老师对他们两位棋手有所了解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哦，因为就是在他们还比较小的时候，哦，现在已经大了，现在已经，你，嗯，像李维清是2000年生人，嗯，在他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其实我还教过他，哦，啊，因为他当时是在北京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道场，是野狐研究会，嗯，啊，我们当时还经常会指导一下他们，嗯，他李维清当时的一个棋风我印象比较深，我就觉得他棋风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的扎实，嗯，比较的稳健，嗯，然后呢我就会总会对他说你这个棋要下的积极一点，嗯，啊，然后呢，他其实目前来讲他的棋风我觉得根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呢，嗯，他其中的棋风呢夹杂了一些比较灵活的东西，哦，嗯，那还是很管用的。对，整体而言他还是一个比较坚韧的一个棋手，嗯，就是后半盘很强，嗯，比较全面是吧，对，比较全面，嗯，而韩一舟呢我是觉得他当时并不太显山露水啊，嗯，但最近他的其实成绩非常好，是的是的，嗯，他其实跟李维清有一点比较像的地方，就是也是他们的中后盘能力特别强，而且你就是说你觉得你很难去把他击倒，哦，啊，这种棋手其实非常的难对付，对，他反正跟你慢慢耗着，对，而且他们年轻啊，你也打不垮他，你像李维清跟韩一舟他们两个都是从20岁30岁组这个组别杀出来的，这个组呢可以说是龙星战预选里面最恐怖的一个组，对，是，啊，集合了各路好手，对，我们分几个组啊，20岁至30岁，嗯，30岁至40岁，嗯，40岁以上组，嗯，20岁至30岁组是都有一些什么人呢，你像什么米玉婷啊，柯洁呀，柯洁啊，柯洁可能不用下，就说除了免选的这些世界冠军之外，对，剩下的很多世界冠军其实经常第一轮第二轮就被干掉了能在这个组中杀出来的棋手呢真的是不简单，对，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因为投轮预选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满场我都找不到一个认识的。现在是年轻系统的现象。确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他这个几个挂角啊。然后黑棋特别冷静的应了一个，果然李维清还是比较接扎实的那种。非常扎实，对。啊。一般来说他不会说是特别主动的去挑起战争。嗯。那现在这个棋我们会觉得比较有意思，因为本来来讲黑棋的思路是想先挂你两下，对，然后下一下变成白棋挂你两下，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白棋下这个，嗯，那这个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成模仿棋了吗？这是一个照镜子的一个状态，两边都一样，这个连讲起来都会比较的困难。他是走这个吗？他没走这个，他走的是他就是走这个啊，他就是走这个，他就是走这个，那不成模仿棋了吗？那回到模仿的状态，这个也不是说那种完全对称的模仿，对啊，只是左右对称。是啊，这个确实很有意思。这个我相信，这应该也不是他们准备的一个开局。然后他下了这儿，他是加的这个。白棋加的这个，这总算不一样了，还是有点区别的啊。如果每步棋都一样的话，那简直是，那就真的是模仿。他这两步棋其实也挺有意思，这个加工相对来讲好像进攻性要强一点。嗯，啊，因为这个这面间隔会大一点，但是呢，对于这个子来讲，它是一个加工会位置是比较好的一个点。嗯，但白棋选的那个点呢，就比较的中规中矩。对，是的。他呢，对于黑棋这个，其实，加工的没有这么紧啊。嗯。但是呢，对于这个子来讲，它是一个呼应。嗯。就是说呢，我并不是想对你这个子去构成什么威胁，我只是想呢，先把自己这个地方的联络相对来讲要扎实一点。嗯。但这个子很明显，它可以飞完了拆一，它处理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对，黑棋可能现在也许立刻就会动那边，是吧？它就是这么下的，它飞了一个，然后白棋尖住，黑棋拆一，因为他觉得他有拆一的距离嘛，这块棋处理比较容易，然后再加上拆完之后呢，我马上可以打进来，好在这儿，他可能也会觉得这个地方如果一旦被白棋去尖顶，他尖顶着，那其实反而来讲他这个位置可能就是一个局部最佳的一个位置。嗯，因为呢你这个又不太肯被他虎过来，对吧？对，那这样的话他这个子的位置就非常好。嗯，但是呢你要去单纯的去跑呢，就会觉得很容易受攻啊。嗯，就跳起来，所以说呢他觉得这个地方不能让你下的形状太理想。嗯，他需要先去，当然也可能也可以去拖，拖跟飞应该是都是比较常见的下法。假如说黑棋现在拖一个，白棋扳住是吧？连扳，然后估计也就是打了粘，打了粘上是吧？打了粘上，那黑棋现在肯转换吗？如果说爬回来，觉得怎么样呢？爬应该是会爬回来的，我猜测啊，爬回来拆个一，我感觉对啊，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会比飞一个拆一会好一点吗？我的感觉是差不多，差不多。有利有弊。嗯，因为这个我们看跟飞了拆一比呢，这个地方就是多爬到了一下。嗯，但是呢，上面显然是这个棋形，对吧？当然，如果要是看成这样，那肯定是黑棋是便宜了，就等于爬着一下。那等于白爬着一下，总是会好很多。但是呢，这个地方你是一个，然后我这儿这个主要是看这一下，这是一个里与外的交换。对，这一下损的挺多的。而且呢，以后来讲，白棋有一张棋你不是很好应，它飞过来。飞完有点，对，有二路点。你这有点不好意思走。对，这个你就会觉得你有点难受。当然，这手棋这个冲跟挡的交换，确实有点下不出手，下不出来。嗯，所以这可能也是他觉得以后被白棋飞过来的时候，他觉得不舒服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飞呢，从方向上来讲和局部来说都是很不错的一步棋。所以他没有选择这个拖了连扳，对，他就是简单的飞了拆一，飞这个，那白棋尖，白棋尖住，黑棋拆一。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双方呢在上边就是，达成了一种默契啊，就是先手定型，嗯，井水不犯河水啊。以后来讲，黑棋找机会
再去打入这个。嗯，但是白棋的处理呢，应该也不会特别的困难。嗯。然后这边，白棋打入了，在这儿。啊，他这个点选的也比较有意思啊。嗯，其实白棋这个时候也有些也有很多想，比如说拖连扳，刚才这个定型又来了，是吧？他打入呢，你看他是选的是这个，是吧？嗯。他如果选择在这儿呢，那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在下边来讲又是一个比较对称的一个棋形。嗯。他可能会觉得，如果一旦打入在这儿，那就是一个。会形成一个比较激烈的战斗了，嗯啊，但是呢，黑棋他会觉得总是黑棋先动手，嗯，对于白棋来说可能，有点担心，所以呢，他觉得离你还远点，就在这儿。张老师，我看到这个棋形，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有一阵不是我们特别流行这个下法吗？嗯，然后呢，这个下法呢，一般就这边比如说是个行为，一般白棋都是比如说分个头哈，但现在呢。就渐渐的都没有人这么下了，后来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棋可以直接挂入了？哦，是不是有这样的下法？有这样的下法啊，就觉得这个结构好像并不是很好，是吗？对，挂完可能还是要打入这边，是吧？对，他就觉得你这个其实你拆的这么远，你两边都是这儿隔五个，那儿隔四个，其实我是完全可以直接打入进来的。对，因为我们以前的概念都是要分头的。他其实这个局部有很多下法，他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靠上来就小飞挂。他有很多的下法啊，所以呢，也就是说，觉得这个棋形呢，其实黑的也可以这么下，但是呢，可能就是没什么好的。我们以前所谓的这个很多这种研究的套路，都是以这个棋形作为一个基础啊，对对对，分头，这是啊，然后又开始什么尖冲，然后碰啊，或者是从这边大飞，对对，可能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这个棋呢，就是思维有些固化，没错没错，觉得我们这几招棋可能大家都是，哎，是一个俗成的，好像都是下的，比较必然的下法。那么我们以后再研究起来，可能就围绕这个开局来进行研究，但后来发现，其实人家一看你这个棋形本身就是。有点漏洞。你那么大的这结构这么松散的地方，我为什么要让它以它为背景？对，为什么一定要分头，然后让你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特别立体的一个棋形？我直接挂进去不就完了吗？对，有些很多下法好像都可以。那这个人家觉得，那我这个本来想作为一个套路，那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也是人工智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你看现在这个棋形，跟那个。告诉大家一下，为什么现在没有人这么下了？其实它是有它的原因的。对，嗯，我们看它实战，它打入啊，它打这个，然后黑棋跳起来。对，李维清的棋形下的还是相对比较的正。那一般像他这样比较扎实的棋手的话，肯定是不太容易露出破绽，让你一下子把它击溃啊。这个跳也是感觉上是。很正义的一步棋，因为第一呢，你这个子首先第一还是在攻击范围之内，第二，你这个如果是一旦被黑棋怎么去再补一个，这个效率还是挺高的。还跳一个，那白棋也跳起来跟着他，在这儿。这样。一般来说，我们想的比较正常、普通的想法，是不是想着先尖顶它一下，把它的眼先去掉，然后再跳出来？再跳是吧？啊，但是这样一来的话，黑棋就跟着跳吗？还是飞一个？这个这手怎样？不知道会下什么？这可能这个跟这个也许都可以。他可能觉得顶完之后，他认为自己也并不是这个主动的一方吧，因为这个地方人家现在是等着你两手。这个棋形其实并不是白棋单方面去攻击这两个。其实可能也就是一个对攻。对。所以说呢，他韩一舟决定可能慢慢来啊。我也自己跳一个。对。先别把这个事态搞得这么严。别这么紧张是吧，尤其是快棋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计算。对。别局部一下子就被击溃了，或者说双方短兵相接的时候总是比较凶险的。对。那实战。跳出来。他跳了一个。像这个。那就是李维清还是想。在这个地方求战，但是呢，其实我感觉啊，这个跳我们走这边其实也很大，是啊，无论你是扎钉也好，还是尖顶也好，其实都很大，对，因为我们简单的去看一下这个形状来讲，如果要是这两个子在这一路，它是长得一模一样，对吧？对，你也尖顶，我也尖顶，你也尖顶，我也尖顶，那这两块这个目数应该是。
差别不会太大。嗯，但是现在很显然你这两个子是往回跳了一步。嗯，那么我们从理论上来讲，那你围的应该比我小点。对，对吧？我是这个是隔了两路，你这只隔了一路。嗯，那你这两个子如果大家都是空的话，你肯定不如这个。嗯，其实也就是说，如果是都成空的话，那其实黑棋自己围自己的也没什么坏处，嗯，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既然白棋没有顶掉这下，你还要从这儿跳出来呢，显然白棋是我感觉是欢迎的，因为他加你加的紧了一些嘛。对，我在这个地方，那我这两个子明明比这两个子要好很多。嗯，所以这个，嗯，其实我觉得可能这步棋更多的是一种气势，嗯、我就要作战，我要跳出来，即使你这个局部是个四打一，嗯，啊，我也要跟你战斗，跳出，对，我也要跳出，是吧？然后白棋又跳了一个，但是这个我感觉没有太大必要，我觉得自己顶一顶也很好。嗯，他废了一个，这很意外的是，这两个脚下的都是废啊，都没有拖一个。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拖了。对，要拖的话，这个子就变成累赘了。这不对了，小的。这个大概是只有废一下。嗯，他之前白棋可不可以顶一下？顶的话，顶黑的应该也是要阻度吧？我想也是吧。啊，这个应该不能被白棋搬过去。啊，其实感觉顶一下应该不会亏吧？顶完再跳出来的。嗯，或者顶着一下总好的吧？或者顶一下，他担心黑棋是不是会下的比较的柔软一些？对，转了比较轻灵，这个就搞不清了。但是如果要是能顶到，我感觉应该是不亏。对，因为顶完之后，这毕竟这。虽然说暂时可能这步棋，但是这种地方有个子的话就可以挖断了。对，暂时时机不成熟，但是这一旦比如说有些借用的话，这可能就成立了。是的，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顶下啊，他就下的，他觉得你反正暂时也活不了。对，但是被他飞到一下跟顶比起来，我总是觉得，怎么都觉得能顶着总是好的吧？感觉上是这样。是。顶到，但顶到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定型的可能？比如说，黑的点这个啊，嗯，这个具体的就不太清楚了。点这个他会反击吧？嗯，然后再挤这个。哦，这个、直接就这样。不知道便宜，不知道便不便宜。嗯，这个反正是黑棋是有这么一个定型的手法。嗯，这样他，他硬的还是长吗？还是粘上，我有点纠结，有点纠结，因为长再被他压，其实自己的形状也没有这么的理想，嗯，而且他可能会次序下的再精妙一点，比如说先把这个再刺掉，嗯，也许他有他担心的地方，觉得可能顶到也不便宜，哦，这个具体的就只能去问他自己了，嗯，就是点的时候，如果说白棋强烈反击，那肯定是挡下去，那除了挡下去，他有没有别的走法？比如说他团一个行不行呢？那这个棋形来讲，这可能就不太便宜了。哦，这样他就亏了，对，是吧？因为这个以后再被他一爬，你这个棋形来讲可能有些问题，有点难受，好下的，嗯。总之呢，他可能在快棋啊，嗯，一瞬间他的这个脑子里会闪出很多的变化，然后呢，他一时可能也很难去把这东西就梳理清楚，可能看到哪个图觉得哎，嗯，也许可能顶掉不一定便宜，他就放弃这个图了。其实都是一瞬间的事情。不，这种东西都要平时下功夫才行。如果说你对它顶掉，接下来的就是脚上变化特别清楚的话啊，你顶不顶掉，那你心里都有数了。那你该顶还是不该顶，你可能一瞬间就做出反应了。对，啊，他飞到一下，但黑棋呢，这个时候飞到应该是不太亏，啊，然后再跳出来，是吧？嗯，对，就是这么下的。嗯，所以现在来讲，这个棋啊，好像终于是开始进入到一个战斗的状态了，因为两边都是一个分段开的一个棋形。嗯，但感觉上这个白棋应该是不太怕，毕竟我这个头是在你的前面。对啊，他下得很稳健，就往前跳，他觉得我没什么不好的啊，我就往前跳呗。所以说呢，就这两个棋手其实风格真的很相似，是吧？韩一舟，你看，由于他是白棋嘛，他根本不着急，对吧？你反正我就一个一个往前跳，嗯。然后呢，其实他觉得你这个形状，就是说，你要跳呢，
他以后可能无论是就拆过来也好，还是我不知道他是、嗯、还是准备刺还是准备拆六，嗯，就他觉得我就跟着你走，我能拿到我这条边的实地，同时呢在这个战斗过程当中呢、嗯、啊他也不会被攻，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相对比较好掌握的一个态势。是的，你像其实本身李维兴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棋风很稳健棋手，他又遇到一个比他还稳健的，这就看两个人谁更坐得住了、啊、两个人如果都是这种内力比较醇厚的就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嗯，他总有一个人坐不住、嗯、这可能跟年龄有关系。然后那个韩一舟呢比李维清大3岁，韩一舟是97年生，97年生的、也就20出头，没多大。但是你的意思是内力修炼的更醇厚一点，也有可能吧。然后接下来，看他下的是跳一个，这个，嗯，这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对，看起来也很正常，看起来很正常，很普通。就你如果要跟着他用一个。是吧，你爬一个他就长吗，还是还是要跳吗，他可能会跳吧，跳一个是吧，嗯，他就顺着你走，同时呢这两招棋呢就是比这个跳效率要高一些，因为呢很显然你这个地呢是被我就是压缩了，而且他有下一手、嗯、他下手可以虎下来，嗯，那他会不会担心白棋的反击，比如说点在这儿，嗯，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结合他的实战来去看一看这个变化。嗯，你现在点的话，首先你第一冲断不成立，对吧？我只能点的。你点完第一个，只有点第二个。嗯。但是呢，你点完第二个，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多爬了一下，那你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些漏洞了。哦。对吧？嗯，所以说呢，在黑的跳的一瞬间，我们看其实韩一舟就已经做出了反应。嗯。这个跳呢，也许可能我看黑棋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想法，比如说，其实就像刚才往前跳。就跳一个、也是一种下法，对，然后呢你其实下的再柔软一点飞这个，嗯，啊，就是让自己的这个棋形下的更有弹性一点，嗯，啊，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下法。他这个呢其实就是虽然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其实呢一瞬间是有一些漏洞的，嗯，然后实战韩一舟也是立刻就抓住了这个缝隙，跳点了一个在这儿，对，哦，这个看起来好凶啊，他要打算立马就冲断他了，你看这跳点的意思啊、哦、是，你就像他们这种棋手其实并不是没有力量，嗯，对，他只是不轻易发出来，对，只是他的力量不随便用，但是只要一旦他发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也不好办，嗯，你像这个如果要是爬那就黑棋会下的比较舒服，对，但这个时候直接刺呢，首先第一我们看黑棋如果是转换的话，嗯，这个会觉得他可能我们比如说把这个粘掉、啊、是吧，这个虽然说是一个转换，但是呢首先嗯这两手的交换是比较的亏，对，这如果一旦全都死进去，那很显然这个目数啊损失会比较大，没错，所以说呢作为黑棋来讲这个转换的变化嗯，并不是很好的选择，是可能觉得死的太多了吧，有点大，有点损失惨重啊、嗯、但是这个确实被直接一点断，感觉上棋形来讲啊、嗯、就是有问题，对，这就当初这个跳的时候如果说考虑到人家点断的话，那他这个跳就有问题了，嗯，假如说他人家点你就觉得很难办，那就说明你前面出了问题，对，嗯，其实我是感觉这个跳出来其实完全可以考虑在这边下尖顶了是吧，对，因为这个明显在局部来讲是白棋一个4-1，嗯，啊，这个所以说你在人家地盘上就非常肆无忌惮的去做一些动作，那总会来讲在局部子力会陷入一个劣势，嗯，你看现在就被一点，你又不能轻易的去转身，那这个他实战就是硬来是吧，粘上，嗯，这个就是正面迎战，对，这个嗯，我是感觉这个有点有点凶险了，可能有点凶险，我觉得这白棋反正是点了他肯定是要冲过来了，对，然后冲完了之后势必他是断在上面的，这个是最凶狠的，如果断在下面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对，而且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是白棋断在这儿，你发现
他这些子很有用啊。你不是说这样的话，其实黑棋还有转身的空间，对吧？黑就算打出来，对，你自己的棋形也有问题。嗯。那么呢，就是说黑棋呢也有这个，跟你去谈判的一个资本啊。嗯。但是现在来讲，这好像不是一场这个，双方实力对等的一个战斗。嗯。就说你挡，首先第一这边已经很被动了。嗯。然后你发现这边好像还不一定能出得去。对。你打吃它长，这也是实战的一个进行。是的，这个你发现好像你这粘被人一粘，自己还是出不去。你不但被断开了，还要被蒙在里面，那就惨不忍睹了。我总觉得，对，所以说我不太清楚这一代，可能也就是快棋。如果是慢棋的话，他可能也稍微想想。应该不至于下成这样。这一系列的变化，我至少他下这步棋的时候，对。我至少得花个10分钟、20分钟，没错，我把这个东西想想清楚，嗯，我能不能承受这点的一冲断？对，肯定得考虑后果问题。但是实战当中，这个快棋它根本没这么多时间去想，嗯，来不及啊，可能也就是说，最多是想个一次，是吧？嗯，然后等第二次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不能再想，嗯，我在这个地方花太长时间，那后面时间不够用，那后面这日子就不过了，是吧？也就是可能一瞬间的事情。啊，导致了他下这步棋。嗯，其实很多变化都没有看清楚。嗯，这也是快棋赛的一个秘密。嗯，他是打吃完了，然后冲了一个。对，这个冲也是没办法，因为你粘这边一粘，这还是出不去，这个就比较的痛苦了。嗯，好歹先把它冲破了吧，冲了这个他也没挡。如果说挡的话，如果挡粘上吗？还是单冲一个？这。这就有点凶险了，我觉得。这个好像不能冲，这个就有可能被断掉啊。因为这个冲你好像正子不利，冲他都连这个都可以占。对，这面你如果要是打不死他，你这个就出问题了。这飞也不行，飞人家贴就出去。对，所以说他可能是粘住，然后从这个地方打出去。嗯。或者是打这个，或者打这个，嗯，这面的这个对杀黑棋应该是不怕，嗯，所以说呢，白棋要直接断啊，再长长，白的再贴吗？再贴出，他飞了一个，他飞的，嗯，我老说这个快棋啊，其实特别反映一个人的本性。就两个人平时慢棋可能觉得有的时候是特别慢条斯理或者特别稳健的那种，但是有时候快棋看起来不是那样的，就说明他慢棋因为他经过深思熟虑嘛，他有的他不行的想法就被他就弃掉了，他可能选择一些他比较能把握的或者是他比较擅长的，但是快棋没有那么多时间做选择和判断呢，快棋根据自己的直觉来下，基本就是一个临场反应。对，他当时可能我在之前的一分钟之内，我其实本来是想的是 A 变化，他突然间在这个读秒声的这个催促下，我的这个心态很容易就发生变化了。我想，A 变化我是不是哪儿没看到啊？哪儿不行？突然间看到了一个 B， 这好像还可以。那突然间发现我马上就要用掉一次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会选择 B。对啊，因为这个思考的东西比我之前想的好像更近一些。嗯，所以说呢，但是发现下完之后，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结果？就是只能是一个听天由命的状态。这个很正常。是的，而且就是说临场，就是说临时变招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大。是的，是的。当然这跟棋的熟练度跟你平时下的时间和功夫有很大的关系，你可能很熟练的话你就知道这种局面下应该如何应付。对，这个可能性都比较多，所以说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现在这么一个很这个剑拔弩张的一个状态。我们本来说觉得这个棋好像特别平稳，那是一盘功夫棋，大家慢慢往前跳的那种状态，对，突然一下子怎么就成这样了？其实我觉得李维清下这步棋之前，可能他说不定本来也想，正好可能是顶一个，嗯，但可能下一下觉得，就跳出来又怎么样呢？我这儿有两个子，对吧？嗯，我也不怕，可能一瞬间怎么就上头了，估计就下成这样了。快棋是很不容易保持冷静的，嗯，完全就是看当时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嗯，但我感觉这个时候，嗯，黑棋好像压力很大呀，这个棋形。他现在这块棋明显是被圈在里面了，然后白棋这个头飞出来了，那很难啊。
主要这块还第一，你先需要去做活。你先做活吧，先说这个做活的事吧，别的事一会儿再说。对，这是当务之急。这个属于奇金啊，这个如果死了就没戏唱了。对啊，但是目前主要是你光活这块也不行，光活这块其实白棋现在下法应该挺多，他比如自己补一补，打车接住，你这个地方始终你是没活，对吧？对，他总要欠一手，他总得。如果看成这个形状，其实你这个。三个已经死了，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活力了。然后你这块还是没有活，这是被我一拖，或者他就我估计他得搬一个吧，这不会直接先拖我吧？其实我感觉这即使下成这样，这个黑棋也挺惨的，我们对吧？这面首先白棋收获太大了，对。然后你这边你发现你还弄不住他，是的。总之来讲呢，我从直觉上感觉这是一个对黑棋更加凶险的一个战斗。他实战下得更狠，这个都这搬出这个都不准备让你活。我看看，你先给我交代一下你是怎么做活的这件事情，先交代清楚了。他挤了一个，而且呢，他可能作为韩一舟来讲，他也希望就是你在做活的同时，你就自动把我的这些弱点就补住了。是的，就让你去损嘛。对，如果我自己补起来，可能会觉得。反而可能还需要再花一些手术，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以攻为守的一个下法。挤一个。你看这个，其实白棋形状呢，至少在这边来讲就相对比较完整。接上。它其实更狠的是挤在这儿。这个挤肯定比这个粘还要黑，对，因为这个挤来，这个刺都是先先手，那你这个局部不活，但是可以煎一个活，你就可以煎一个，但煎。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我感觉这个应该是看棋风。如果要是比如说，你像我们中国有几个比较凶狠派的代表，像芈玉婷他们，说不定会下这步棋。芈玉婷、谢尔豪，因为反正一手棋他也是补在这儿嘛，对不对？我反正虽然我自己的棋形也不太好，但是我先不让你舒服。张老师觉得谢尔豪也很特别狠，是吧？也特别狠，因为他们狠是有啊，他们的狠是。有底气的，他们计算强，对，那是毫无疑问。我不是这个计算强，盲目的去斗狠啊。我如果没有一些计算力的话，那这个破绽就太多了。你看，其实现在来讲，我觉得这么下也可以啊。但是韩一舟呢，他就相对来讲比较的柔和啊。虽然他也在作战，但是呢，他选择这种招法的时候，他会下的给自己留的余地要大一些。没错，但是这个其实效果差不多，因为粘在这儿，黑棋也得补棋。对，他也没活。但是呢，他可能活的会稍微好一点，对，是吧？活的，因为这个地方有个做眼的余地的嘛，这一次他有一个眼，他先搬了一下，搬了一下，搬起来，然后再贴这个。这个感觉上就是对于黑棋来说呢，他所操作的地方有点多。因为呢，他又不能单纯的去做活，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形式不允许的这么悠哉悠哉的，他还需要先去把你的形状先弄得差一点。你像他的目的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你顶住啊，以后如果要是我再拐成这样的时候，你的眼位就要差一些，有点惨，这眼看起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个棋呢，毕竟我自己还没活，对吧？对。如果要是强行下这种招的话，我相信这个棋正常来讲，他肯定是没有看清楚的。也就是说，只要这种招一出来，我们就可以大致有一个感觉，就是说黑棋呢，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的怎么说不太好下那一方。对，不太好下。他肯定不肯，就是说你自己一个人去做活，这是，特别屈辱的一件事情。他不愿意。对，这个再被白棋贴出来，这个是啊，可不是嘛？但他回头一打，还是先手就挤你，你也没活干净。他这个还是一个他先贴过的一个姿态，还是比较下的比较撑的。白棋也就是顶住，觉得这个形状差一点也无妨。那关键底下一尖他就死了呀，局部，死的特别清楚还。黑棋他敢吗？这样敢吗？不敢吧，我觉得。这个主要问题是你还没有封住，就是贴出来，这个地方还有一靠，这个。
嗯，总感觉这个棋形作战，我是为黑棋捏一把汗。这个，嗯，不太行，是吧？封也封不住，然后里面还没活，还欠一手棋，这黑棋确实比较糟糕，看起来。这个棋如果要是慢棋下成这种格局的话，我觉得黑的可能，甚至也许很快就崩溃了，都是有可能的。哦、对。因为如果要是一旦白棋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计算，那他算清楚了，你只要这个地方不行，那你看还怎么下？嗯，第一这又封不住，第二这还要死。嗯，但是呢，由于快棋呢，它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对于白棋来说，它也没这么容易就看清楚。你看黑棋靠了一个，我看他那意思，他是想从外面跳住，他是这个意思吗？应该是这个意思。哦。因为刚才张老师说这不是要压出来，然后就拐冲先手，这底哎底下要站起来好像不太容易站得动，回头这横靠他一下哦。这个靠呢，其实也就是说他也在考验白棋，考验白棋的勇气。嗯，你这个首先第一白棋可能也许可以吃掉这些，对，但是一旦你被黑棋把这个头封进去的话，其实形势呢，即使是白棋好。难讲，但是发现这个棋还很难讲，就因为棋盘的空间太大了。是的，我们比如说你一旦进行收气式，对吧？你虽然可以吃到二十多目棋，但是如果被黑棋把外面撞得铁厚，嗯，那这个棋其实离胜负可能还早，因为这个地方如果都是黑子的话，这个也很可怕。嗯，就是说黑棋是有可能弃子的，对，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完全存在。因为他如果自己补觉得很不好的话，这棋就很难下了，那他还不如弃了，跟你一拼胜负的。对，啊，所以这个也是在考验韩一舟，就是说呢，第一呢，我能不能吃；第二，即使吃完之后，嗯，我这个棋到底怎么样？其实这都是一个问题，而且来不及做判断，且数一会儿。而且就是黑棋如果要是封头，它可以这么封吧？应该是可以冲一个，冲了再，无论是跳这个或者。跳这个，嗯，他都有可能这样，跳这个，跳这个也封住了。这样如果就直接封，因为白棋气比较紧嘛，对吧？对对，这样杀气难讲啊。对，所以说白棋其实他也在面临着这个考验。是的。对，所以说白棋其实他也在面临着这个考验。是的。白棋小尖了一个，挺狠的，他打算把它先吃掉吗？其实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几笔粘好。挤一个更好是吧？对，因为挤的话先逼迫他一下。对，虽然我这边差一点，但是你这只有老老实实回去，对吧？假如说这样你不能再去贴这个了吧？这个你是不是力量也太大了？我连这个刺都别人先手，我不敢。而且这个刺先手的话，我刺完了我就双出去，我已经可以双出去了、嗯。我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任何的弱点了。对啊，你挖我就一吃。至于这边呢，其实他应该可以扛一下。嗯，只要能扛到一下，我觉得就是一个。因为可能他也没有想到李维清在这个地方还是迸发出了很强的战斗力、啊、嗯，贴了一靠，白棋小尖了一个，对，二个，这个问题就好像越来越复杂了，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搬呢，搬黑的是不是就接住了？哦，可能吧。这个其实好像这也是很晕的、啊、看着这问题就依然是很晕，依然是很复杂，因为你这尖它刺一下，这刚才这个手段可能就来了，对啊，就要把你封进去了，因为白棋现在它粘了之后这地方联络还挺困难，对，你这个地方你连哪儿啊，这有一个挖断、不能顶了它，冲完了这铺完了这有个挖断、啊、这又被挖断、然后你虎底下这儿也有挖断，你单粘你被人家刺一下多难受啊，所以说其实白棋它也并不是说像想象中战斗这么有利，其实这个棋还是相对，如果是像这样的话会有一些复杂的地方，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慢慢计算，但是这个时候三十秒一步的，你最多延时也延不了几次，你不能把时间全用完了吧，这个地方，对，然后呢实战他尖了一个小尖，嗯，我这个战斗我觉得其实你有时间都得好好算一下，对，有时间还不见得算得清呢、是吧，这个就属于这个我们说的叫麻杆打狼，头害怕、就两边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就是说只能说一方感觉上来讲可能是战斗会有利一点，刺这个留了一个断啊，然后黑棋先挡住，这个是一个要点，是这个被爬肯定是局部就要死了，我怎么看着觉得白棋气也挺紧的呢，
对，现在来讲，你要是在组渡的话，可能真的是有点危险。这能这样吗？我怎么看着觉得这么悬呢？那黑的就是这样，就冲一个是吧？就冲了跳住了，把这个跳住。嗯，这个感觉上没气了，这以后这被扑几下。啊，我不觉得这七白棋能杀得赢啊。即使能杀赢，好像也不见得好，也不见得好，因为你杀赢的话，这黑的外面这两边全粘住了，这全是籽儿啊、哦。然后这个也顶掉了，肯定。对，这就基本再补一刀就是一个四方形的一个就实地了这块。对啊，你即使吃掉都不一定怎么着，何况你还不一定吃得掉。这个白棋肯定不会做这种赔本生意啊，他应该会出头。他出头是做什么的？压吗？他贴了一个，贴了这个。哦，还是想把自己的形状下好一点。嗯。难道说他已经算清楚了，人家长他就可以吃得很干净了，是这意思吗？长他真的是有。长他是压出来的吧？我觉得应该是。他也有可能团吧。团吗？团如果说黑棋拐住，那里面什么样呢？因为这样的话，白的这儿它有个眼，有个眼、嗯，对，这个眼不要小看，眼很重要。这个眼，首先第一来讲，如果要是说我能把你扑死，对吧？嗯。这样呢，我们看能不能眼杀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眼杀来讲，我的目数要好很多。嗯。这样可能真的是一个，就是一个眼杀的棋形，对吧？对。对吧？你我有眼，你没眼、嗯，那这个攻气来讲是的。你是肯定自己要进来，那这个黑棋气肯定是不够的、嗯、是的，包括下面也有攻气，嗯，而且呢这个一旦掩杀来讲，你这外面这个后保也差很多，这差一个断点、啊、这还有个断，对，嗯，所以说他只要可能贴到一下，你这个棋就不敢超哦、嗯、那还是区别挺大的哈，对，这跟刚才相比的话，嗯，那刚才相比是这儿全接住了，那差很多，而且你这个然后里面目也差，目数也差很多，这、嗯、全都收回去了，这个就顶不住，目数至少要差十目以上，这个差的有点多，估计黑棋不行，不能答应这件事情。他就挤过，嗯，他挤过了。啊，其实下成这样呢，也是又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讲双方算是都，比较的平稳的度过了这场战斗。但感觉上还是觉得作为黑棋来说有点的不满意。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虽然我自己连回去了，嗯，但是这个右边来讲还是损的挺多的，对，感觉上。而且这个头让白棋虎过去了，那中间三个子，将来也是个负担吧？看着这个虎完之后，我们看白棋这个棋形其实非常好，但是已经快活了、嗯、这块棋，这有只铁眼，这个虎过来的形状呢也很有弹性，嗯，虎拐，嗯，它拐出来了。啊，不管怎么说，这场战斗双方还是平稳度过。但是感觉他跳了一个，你看从韩一舟的这个招法上一看，他就是属于那种啊穿鞋的一方，就说就是他觉得形势不错，他形势不错，他不需要跟你再继续去战斗了，因为他已经把他想拿到实地已经基本拿到，而且这条兵我们看这是几路空啊，这是算什么六路空，对吧？这围的效率有点高、啊、围的效率有点高、啊、这个全都死掉的话，这个肯定是不太行，嗯，除非你黑棋在外面能获得，那赶紧抢一个行不行？比如说这我补在哪儿，我又纠结了尖顶吗？尖顶还是觉得不是很干净似的，主要作为黑棋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我光把这个围住可能不一定够，嗯，他需要在外面有些作为，对，就是说你这块虽然说已经快活了，嗯，但是呢他又不能让你活得很舒服，那要抢先攻一下、嗯、对，他是实战是先吃，他先冲了一下，考验他一下，看你会不会挡，如果挡的话他是不是就踢掉，然后准备这边就这样过来了，他就不用拐这一下了，嗯，这个冲吃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一个在会计来讲可能是一个本能的一个下法，哦，就他先吃一下，他觉得肯定不会亏，顺便呢给自己争取一些时间，同时呢再考验一下你。嗯，但这个考验来讲其实没什么用处，因为人家第一肯定不会下车，这个被你提掉肯定不太可能，这个戏太紧了。嗯，他所剩的选择无非就是 A 跟 B。
接还是打是吧？但这个棋基本上会选择接，因为这底下太厚了。对，这应该是折腾不出什么东西来。哦，你还敢进来吗？进来我都是要罩住你全把你吃了，我觉得。对，因为粘肯定是对黑棋上面，对于中间来讲是更好一些嘛。嗯。啊，其实这个吃更多的可能是一个，比如说马上用掉一次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打将。嗯，这个吃。吃一个，然后小尖。小尖啊，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棋形的一个感觉吧，因为他觉得这个拐可能是一个俗手。嗯嗯，他不太想拐那一下，因为拐完了你这被人家拐起来，还依然是他这个拐起来特别有劲儿，我觉得。对，而且我们以前就是老师教过我们，就说一旦你让人家下出那种好像不太需要思考的棋的时候，那你的上一步棋，就比如说你去打吃别人一个，嗯，人家只能去长，那你肯定是有问题。对，那可能证明你这个打吃本身就有点问题，对吧？也就是跟这个拐呢，跟这个打吃可能意思差不多，人家就这闭着眼就要长啊，那你这步棋可能就是一个俗手，嗯啊，因为你没有给别人构成任何的威胁，而且人家心情很愉快的跟着你硬，那你这个棋80%可能就有问题，嗯，这个棋呢，其实它实战是选择尖，可能也许还有些其他的项，比如说自己跳一跳一个，啊。我总觉得这块棋在中央下起来好没劲呢、啊。这个也很痛苦。是啊，那他总得下，是吧？不下也不行。不下也不行，不下又要死。啊，这个事情就比较的难弄。对，如果不下的话，白棋是不是就贴过来就可以了？还是说下的柔软一点？就贴过来就挺好，就贴过来是吧？因为黑棋实在往这儿下实在太无聊。对啊，我也觉得很无聊，说真的。估计他也不知道应该下什么，然后先煎一个吧。嗯，然后实战白棋贴。嗯，黑棋搬了一下。黑的搬。嗯。白的搬，黑的长。其实作为黑棋来说，他这个煎的意图呢，可能因为他其实看到了这两个作为白棋来说是绝对先手。嗯。但是呢，这个煎呢，他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在里面。他首先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个家。但是这个家可能不太成立，被人家搬出来。对，这人家可以搬，这搬完了就下一步走哪儿呢？如果是吃呢，很显然人家打在外面把你打成一团、嗯、如果长那肯定不行，被人家粘上了。对，就我不太清楚他这个地方一瞬间是不是他下这个尖的时候以为是可以夹。嗯，如果下成这个棋形黑得很舒服，嗯，加了一退，对吧、嗯、你这个只有一只眼。对，但是这个棋形发现下到这儿呢，你其实没有什么后续手段。嗯，那我这个尖可能与其来讲，我还不如离家近点会好一点。啊，这个，至少这个尖可能他没有想到这个地方可能是家是不成立的，这个是有这种可能性、嗯、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这里，嗯。我下的也不太舒服，说真的。但是这个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我这个棋很舒服的长，那你这个扳到底是还是不太对？是不是好棋可能就有？但是我很不愉快的是，现在被白棋抢到了绝好的那个一个点三三。对啊，这很明显，现在根本就不用想，他肯定会点三三的。但是我很不愉快啊，被他下到那个。所以说，其实呢，我觉得问题。不是出在这儿，主要还是问题是出在这个。我们看，嗯，整体来讲，这个点了冲，也许黑棋这个跳就是过分的。哦，啊，再往前这个推一推，那是不是这个跳，嗯，有必要直接去战斗，可能都是问题、嗯、啊。说不定我就本身就应该直接去守一守。嗯，但这个话题就扯的就比较远了。嗯，至少目前来讲，我们看，战斗形成这么一个结果来讲，我觉得明显是白棋是主动的一方，因为这块效率太高。对啊，哦，那看来当初这个拐跳一个还是一个问题是这个小跳，对，小跳被冲断、嗯，而且好像也没看出来黑棋到底应该下什么啊、嗯。对啊，过程当中好像就似乎这么一冲，这就是作为黑棋来讲，就是要不你就往前跳一个，被人家飞底下，然后你再跳出来，那也觉得也是，反正比较松吧，下的就不是那么紧。也许这招棋可能会选择飞一个，会好一点。哦、啊，不管怎么讲，下成这样好像是，并不是很满意。嗯。主要这个白棋没想到在缠斗了快100手的时候，还能下到这个绝好的点三三，绝好的一手棋快40目的一个点三三。这点三三太大了，因为你如果跟这样相比的话，这是全是目了。这就白白差了一个角。
这个我相信韩一舟下这步棋太心疼了，这个他的心情一定是不错的。是啊，嗯，搬下去，白棋粘上，粘住。小飞，嗯，挡住。那然后这是一个标准的定型，冲了一些。这样一来就觉得黑棋的目数有点堪忧啊。嗯，其实本来黑的目也不少，但跟白棋比起来，你这个地就明显不太对。主要是这个。本来你说黑棋这块空，其实目我们点点也挺多，五六七八九十十二，也有三十多目棋。嗯。但是人家这条边有多少目，这个你就根本没法点，你这人家都是用乘法去点，你是用加法去点，人家用乘法去点，嗯，你怎么可能跟人家比呢，对不对？他这块空围的效率太高了，这底下等于说就没花手术，然后就是直接跳到六路来就把底下全围上了。所以说呢，现在来讲，对于李维清来说啊，他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去因为这块毕竟还没有活干净，他可能需要去牵制这些东西，然后同时呢最后怎么在这个地方奋力一搏下到这儿。这可能是他需要考虑的一个，虽然说感觉很勉强，但是他必须这么去思考。得拼搏是吧，嗯。但是现在来讲应该怎么去拼，这你看他实战，嗯，他的思路是对的啊，就是。打入先。开始搞事情。对，这个打入是一开始我们就说黑棋下完了这个飞完了跳之后他就要打入。对，嗯，他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首先第一来讲，这儿离这块还比较的遥远。嗯，然后这个打入首先对于白棋来说他的处理方法呢也很多。其实处理方法有哪些呢，张老师这一代？嗯，首先第一我们并不太推荐这个直接作战。直接作战好像不太好，如果你跳起来我比如说就尖顶一下。对，嗯，其实比如说就简单拖，嗯，就拖一个，那么这个情况下我要下哪一个呢，搬下来吗，嗯，反正下哪个他应该他的下法应该都这个不会太复杂，好，断掉，嗯，断掉可能白棋就会转身嘛，比如说打吃了，打吃提掉提拖或者点三三啊，他粘上再尝进去，再尝一个，尝一个，那我现在大概只有爬回去吧，嗯，蒸子也不利，断不掉。他也有可能会直接点啊。总之，感觉白棋的下法应该不是很困难。对，而且甚至他会有可能下的更大局一点，比如说就弃子。嗯，因为你这个地方首先白棋拐下来之后，我上面先手很多，这边差很多。你这个地方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比如说他就简单的去把你这个断开。嗯，这也可以考虑，确实也这个相对来讲更简明，其实白棋呢，我觉得它的下法呢，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的，嗯，因为这个打入白棋比较轻，但它实战下的我觉得也很好。它这步棋，我当看到这步棋的时候，觉得韩一舟还是一个思路很清楚的一个棋手，嗯，他是走在了这个地方，嗯，对。我们看他这步棋下的，他没有在这儿处理。他也没有拖啊什么的，也没有拖这个，他是走这个，这是避免你拼命吧。这步棋有点那个耳赤妙手的这种感觉，他就说他一步棋有很多很多层意思在里面。嗯，第一，我们刚才说，其实李维清可能一直想怎么去这个招奋力一搏，要钻他一下是吧？尖冲进来，嗯。但这招棋实很明显，我把这个空彻底的实力化。嗯。然后呢，其实呢，他下这步棋呢。隐约有一些其他的作用，比如说你这几个其实还没有完全安定。对，是的，嗯。而且呢你这个棋形呢，比如说被我封进去的时候或者是点刺的时候，你这块也没有活。你总是有点难受的。对，同时他对这两个子呢又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照应。嗯。所以我觉得这部棋下的很有味道。嗯。嗯，好好体会一下。对。因为尤其是快棋当中，对，给你并没有很多思考时间的时候，嗯，你的感觉能从这个地方抽出来啊？嗯，因为我们很惯性的一个思维就是你打入，我要怎么处理，我就开始想怎么去往这个地方去下了，但是始终跳不开这个四分之一棋盘，对吧？嗯，无论是你去拖也好，嗯，跳也好，拖这个也好，反正我的思维就固定在这一块儿。嗯，但你发现其实人家下的就很简单，根本不往那儿下。嗯，
这部棋下的很有味道，我感觉。嗯，这说明韩一舟他在联赛当中能保持高的胜率还是很有道理的。对，说明他的水平已经到达一定程度了。黑棋跳一个，可能一时半会儿他也没想好到底这一带应该怎么下。他比如说他脱先，我觉得正常的思路他可能想着，哎，我是不是尖顶先攻他一下。对，但现在其实尖顶的话你这个可能都是后手，人家不走了，是吧？就简单这边就看清了，然后你我要挟你这一块，回头搜刮你一下。等到这边一旦白棋下的非常厚的时候，那其实这面就简单定定型，可能对作为黑棋来讲失控已经不够了，你都没有一个可以去争胜的一个空间了。嗯，所以说呢，他这个棋虽然说你感觉这步棋一看就是我们说看起来比较撑的下法，这是比较拼的，人家这是一个他是一个拼搏的态度啊，没错，就是想最大化的把你那两个子鲸吞。嗯，虽然这个实现起来操作比较的困难。白棋压一个，黑棋搬。嗯，以我对李维清的了解，他下这步搬的时候，他这个形势一定是很不乐观，咬着牙下下去，咬牙切齿的。对，因为这个他的棋风本来是非常就是非常坚韧的那种，你要说撑也无非就是撑到这儿也就可以了，但他已经下成这个造型的时候，这个棋肯定是不太对。嗯，正常来讲，而且你我们注意，这还一块棋呢，对吧？这块棋也不能不管。对，这中间这块棋其实很沉重啊，因为你弄白棋，人家这个眼如果你破不掉的话，那他基本上都活的，在他活的情况下，那你就越来越沉重了。对，但是这个棋。我们看这个快棋还是很有意思的。李维清每步棋都是在连扳，我相信韩一舟看到这一步的时候也是很吃惊，也很诧异啊！这个棋怎么还能围棋还能这么下？对吧？你跳第一个我也就忍了，你扳第二个我也忍了，这怎么还能连扳上去？这个实在是感觉忍无可忍了。这一步，这地方难道说他退一个吗？退其实韩一舟肯定向他退。他就贴出去就可以，这贴几个，这几个就快死了。再挣一个，他这是差不多了，已经差不多了。然后主要那边跟这个棋形还是很像，我随时一点三三，我又活了，哦，对吧？这无非就是这点死了。这心情特别郁闷，我觉得这什么时候被走一下，这全是根本就没吃着多少木，就感觉。所以这个拼得很好，这个李维清这几步下的，胜负感很强，这就。但是白棋呢，他实战，他打吃，这块怎么处理呢？这里他已经被黑棋连扳上去，那我觉得任谁都咽不下这口气了。对，这个只能是正面迎战了。打吃，长一个，嗯，然后白棋就一溜打过来了。这个应该是感觉是比较必然的下法，是吧？嗯。然后因为这冲也冲不动，冲被断打了。嗯，这棋筋不能掉啊。对。但李维清这几招就下得很有意思，虽然说上面这个形状已经是垮掉了，对，但是呢作为他来讲，他反而把这个战火又烧到了这边。嗯，虽然这个烧得很不自然，但这个很重要。对，这条线非常重要，现在黑棋先把自己先连后了，然后这边战斗这边再说了，那只能是对这面反正因为黑棋他也有说他把这个拐出来了，对，他拐了一个，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形状，他走这个的时候，白棋肯定希望这个棋你就不要在这个地方再去动脑子了。对。但是呢，这经过这不讲理的这三招棋，他发现这个好像还得去动脑子。也许可能跳的时候，白棋是不是单飞？可能柔软一下是吧？对，可能会那么紧。那如果要是他看到这个变化，我相信可能他是不是下的单飞可能会更简明，因为我只要其实作为白棋来说，他不需要去获得太多的东西，因为他这边边控已经够了，足够了。嗯，早知道这样的话，他现在可能头又大了。本来我觉得这个棋非常好掌握，下着下着又站起来了。看来这一战终归是难免的。对，快棋赛这种莫名其妙的战斗会有很多。其实两个人事后想想都不知道是为何发起了一场战斗，就是说这个这个棋就下到这个份儿上了，对吧？立一个啊，但是他还是需要先做活。嗯，啊，单立了一下。但其实这个棋，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狠的，比如说因为我这个长是先手吧，对，长我是不是直接就靠下去了？哦，他索性这够狠，他索性直接就烧到，或者是保留这个，什么直接往这儿走。嗯，你要搬我就断，这个是不是作为白棋来讲就头就更疼了？因为这毕竟是我在做活的同时，我是把你控活了。我看到你靠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头痛了。对，所以这个当然他这个力其实也比较本分，他这个力也有很强的攻击性，嗯、因为自己做眼的同时，看你这块棋，对，嗯。立哦，李维清实战他是选择的思路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他是就直接从上面去动手，但我感觉这个他是不是觉得这边如果说要卖一下的跟这边伤的有点猛，因为白棋不管是长还是跳他接下来马上冲出去了啊，嗯，就靠我就长是吧？对，你长他就走这边，对 对, 对，你贴他就放弃这边不管，他有可能先拐过来。对，这个也是他担心的地方。嗯，所以他不这下他不舍得乱走，至少是对 对, 对、嗯，这个可能也是他担心的地方。嗯，所以说他需要在上面先进行战略。哇，这个地方是需要大量的计算时间，时间这是这缺的就是时间呀，没有不缺别的。就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时间也是母，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没时间，你发现你什么棋都算不出来。你来不及算吗？你根本那么大型的变化，你怎么来得及算呢？而且这个棋一看就是说属于有时间都算不清的一个变化，我还没有时间。立冲，一度过。哦，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这。其实现在我是感觉还是黑棋会勉强一点，嗯，因为这个一旦下出这波力啊，这个棋其实你局部已经肯定是做不活了，我自己先不活了，我就反正这儿一只眼都没有，对，我就不让你舒服。所以白棋说可能他现在他最狠的图应该是这个，对，这个他连渡都渡不过，对，最狠的应该是这个小尖，但我们看这个小尖会形成一个什么变化，小尖他贴吗？嗯，小尖贴它长，这个感觉上应该是最黑的，但这个图我完全看不清，我随便摆一个，对，我只能是随便摆一个。你这个随便摆的也很好，很到位，这个摆的，因为这个我们看，虽然说这步棋是最狠的，嗯，我们所说最狠就是说我不给黑棋任何的退路了，因为有这个子，你这所有的棋都是后手，嗯，那你这块就是死的，对。但你下这步棋，同时你也没给自己留后路，嗯，对吧？所以这个打吃是先手，这一飞，嗯，这个飞非常好，好像我这已经出不去了。啊，这个图，所以说白棋可能也需要好好的去斟酌。那冲断完了靠出来不知道怎么样，或者你单靠一个，单靠一个，有可能这个，有可能气撞紧了。总之来讲，这个棋确实白棋没把握，我感觉，嗯，白棋这么下也挺凶险的啊。啊。都处于凶险的状态。嗯，他是下一个什么？靠了这个吧？哦，他是上靠的，这个好像比那个看起来稍微好一点。对，这个其实白棋呢，它相对来讲它压力要小一点。嗯。啊，我自己我可以让你去做活。嗯。啊，你只要别把我吃了就行。嗯。他这个靠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搬这边，他是。他是不是就可以断一个？搬这边，我就从底下打过嘛，也没什么。我断你不会要立下去吧？这么狠，就是要打过了。啊，我就打过算了呗。要不然常被接入，好像已经死的差不多了。首先，第一，他肯定是那不，他不能长，他不能长。但你如果断，就这个图到底是什么？提就打一个是吧？提掉我就打吃，就打吃。嗯，提掉用啊，那就打吃吧，打吃挺好。那这个图其实那黑的就只能接着走，还像我刚才说的，在那边钻了是吧？钻这边。哦，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了。这个首先第一，我也不确定搬的时候白的有没有其他下法，搬他会不会退啊？搬他退，有这种可能性。这样，就退了。然后黑棋粘上就跳一个，这也有可能啊。
跑出去了也挺好的。他这里是个后手眼，这有个托呀、啊。这个地方还是比想象中要复杂些。托我搬呢？托了他挤这个。挤这个是吧？哦。这个不太清楚，他也许可能就索性最狠的就断。就这样吧，我觉得也不要纠结了。也不纠结了，是吧？不纠结了。这个棋呢，总之来讲，可能如果是真的是实战中这么下，那就可能一战就定胜负了。对，他这狠一点，他也可能还是退在这儿，对，更狠。这个其实就是说，不让你有眼。如果一旦没吃掉这块黑棋的话，那这个棋其实可能也就吃炸了。有可能。对吧，因为这个首先我做活我是直接去活到你的空里，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长完一靠。对。你一旦这个地方没吃住，那你这个空跟之前就没法看了。你这条边就完全就被我就破得一干二净，对吧？而且但是我现在看这儿黑棋一个眼都没有。一个眼都没有。一个眼都没有。这个就是一个双刃剑了，这个。这得拼了。黑棋如果敢这么下，其实他也就是说也不打算跟你去收数了，我就赌这块死活。对。死了我就把嘴一收。最多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再跟你再做做样子，再杀这块。但是杀这块可能难度会比较大。啊。这个其实呢我不太清楚，就是说棋风比较极端的棋手会不会这么下。我觉得也是一种思考的方向，索性因为我觉得形势本身就不利。对。我要拼就拼的这个壮烈一点，对吧？同时呢，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勇气让我拔这朵花。然后我觉得张老师多半不会这么下，是吧？我呢，我首先第一呢，我可能会觉得这个棋，白棋可能有点看不清下的。这个棋可以下的更简明一些，是吗？本身来讲可以更简明，但这步棋其实思路就是想简明。但简明几步之后发现又忍不了了。当然是这几步下的好啊，这个跳了连扳下的非常好。把这个棋就搞复杂了。但是在白棋靠的一瞬间，其实李维清他也没有像刚才下的是最狠的一个托。对，他是走的什么？他二路拖了一个，我不知道他是看到了什么东西，这个就不确定了。还是先力求自保。因为他这个棋呢，首先白棋能搬下去吗？不能吧，这被一挤好像已经坏了。这个地方好像要牵扯到一个劫，对。然后打劫了，这样一断，断然后白棋吃，还得一做劫。对。这个地方有一个劫证，我们看打局部呢，如果没这个做劫肯定是不行。但这个打是有个劫，然后同时来讲劫财黑棋可能会这个地方也许不知道能不能造出一些劫来。这个问题就他如果打这个白棋是不是有可能把他抓了？你如果现在吃，我相信这个应该不是劫了。你现在吃他提掉，然后你再去打这个，那人家肯定小劫了。他肯定小劫了，消解是吧？对，你这个应该不够，主要是你提完之后人家一手就回去了。虽然说你看起来好像吃的挺热闹，但是你这上面目数也是损得一塌糊涂啊。这全是被提的子，已经十目棋没了。加上这条边，这个目黑棋应该不够。不知道他如果说这样的话会不会接下来比如说我吃在这种地方。你还是回头他要杀我？对，我在想这个问题。这如果说不能加的话，我觉得这棋也不用下了。这个首先呢，要杀可能不太容易。如果说我能借机把底下围住的话，我觉得黑棋的有可能能下。但你这么下的话，你围也不好围了。这个我觉得这么下就是一个一拍两散的局面了。这个杀不掉，你这儿得走一个是吧？我这儿。我就算我围一个吧。那我得硬一个，再硬在这儿。木好损的这儿。那这个白就顺着往下贴，你这一旦杀不掉，我觉得好像这个空也损的也差不多了。好吧，那我换一个。这个，这看来这个劫它还是不太行，是吧？你觉得？它是这样，但是不这么打劫又怎么办呢？反正这一拖其实还是相对来讲，他实战就是搬的，实战就是这么下的，白棋搬的，就是像咱们刚才这么摆，就是这样的，他是粘上，黑棋断了一个，对，因为这个对于黑白双方来讲，好像都是一个基本必然的一个变化，已经到这儿已经没退路了，对，两个人都没退路了，没什么办法，这个地方，只能这接着往下去了。打吃，打吃打劫了，取掉，
刚才这个子没有，对。没有没有，他是这样的，他这个棋是在打做劫的一瞬间，他先去挖吃一个。嗯，他是这样。对，这个时候。白棋打吃这个的时候，黑棋先挖打了一下。那也就是说，他跟我们的判断是差不多的。他觉得他挖吃不是劫，他需要把这个劫再造的重一点。他需要这样把它拔出来。对，需要把你拔干净。嗯，会好一些。这样的话，刚才你这个接住是后手了，这差很多呀。对，那差的是很多。对，那你这样的话，你刚才那些招真的是就可以了。有可能成立是吧？至少我可以这儿加一手，那差飞了。底下，因为最主要他认为你这个地方其实你是没有劫的，嗯，他需要先把你先走重，嗯，但这本身上这步吃也是够损的，这个吃，对，现在这个时候已经顾不上了，已经顾不上了，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就把这些吃掉再去加这个也是一种拼搏的办法，也有可能，我觉得，因为呢，这个首先对于黑棋来说，这个吃呢，我。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我并不是说把这个劫打赢就怎么样，对，对吧？对，就白棋同样它有一个收手的可能，就你这不吃，首先你把我打劫这个变重的同时，但你这步棋本身是很损，嗯，然后提完之后，你这第二个劫怎么找也是问题，他已经不考虑别的问题，损不损的问题就不用跟他谈了，他反正就是你把这个拔了，我就把这个拔了。然后如果说刚才就是这个变化嘛，我们摆的是这样的提，假如说是这样哈、哦，嗯，然后黑棋把这个提掉，那这样铁后他这有空干这个吗？那是不是还是考虑这个白棋不能白的不能下成这样，不能下成这样白的不能下成这样，对这个棋，嗯，但是这个棋呢，就是说在黑棋吃的时候，我们看，他其实可能也忽略了一个东西，嗯，就是说呢，首先第一，我们看这个。一二啊，然后呢，接下来在白棋、嗯，然后在白棋提的一瞬间，他第二个劫是找的这个。对，这两步棋，首先你看起来就很不自然。嗯，我不知道他可能是不是本身觉得是应该是正常是应该打这个的，对吧？打这个他是不是怕人家粘上？反正他应该怕粘，你提他是不是还能接住啊？这个棋啊，还能接上啊？原来哦，我不太清楚啊，他这个接黑的。有可能，他就是说要保持还有一个劫材是吗？对，嗯，我一旦一接你这手棋你知道我下了吧？你对，没地儿走了因为对他提你打完提，现在来讲白棋就简单了，嗯，万劫不应，是的，你现在走这种都不是劫了，你这些吃我这个都看不见，这估计这片都死光，这不行吧？这边他还能进来那么宽的地方，如果是这块空是这样的物。我觉得不太敢点，嗯，我觉得不行，是吧？嗯，我觉得黑棋不行，这块太大了，是吧？嗯，是的，有点惊人。你这吃完人家就随便把这块分一分，你就吃这个。这我这割一个你就吃掉吧。而且你这个靠着穿也不是劫，靠着穿他就搬这个，嗯，搬了断，你这面反正也要死，嗯。那这个他可能，也许他一开始可能觉得挖一下吃这下，可能也觉得也还好。嗯，但他发现挖是要吃这个，他要保持还有劫材，对，还要保持一个劫材。嗯，那这个没有，是这样子的，这也太损了，这样吧。嗯，然后黑棋提劫是吧？提。哦，白棋他就粘在上面了。对啊，他算了。是因为你这两步，这损的有点狠啊。这样不也太夸张了？这基本就是损了一手棋嘛。本来我打这个是先手，你就去补一个，你现在。你无非就是上面把我这个踢掉了，那这个他完全不怕。嗯，他长一个，长了吗？没长。哦，他没长这个，他是拐的，他觉得你上面简直损的快要飞了。对，这个，只能说我觉得，与其这么去拼搏，不如刚才，索性我就直接来个最狠的，搬出来是吧？就搬出来，因为这个搬出来之后。反正杀不死那块我再杀这块。我先确保这因为我这搬完之后啊我把这个花搬完之后嗯我再强杀这个你就不能跟我去转换了。对。因为你再转换那你这全是从这死到这儿呢那应该是不行。而且就是说他其实可以拼两个点他可能先从这儿拼先活这块。
周二活不了，再杀。我再拼那个，我再拼这个，这可能是一种彻底拼搏的一个办法。嗯，啊，或者是我们换一下思维，我们先杀这个，再活这个，可能也行。嗯，啊，因为可能先杀这个可能更好一点。我觉得你先杀那个好，先杀这个，先杀杀看。对，你现在来讲，这个棋其实它不叫拼搏。嗯，对于白，因为白棋来说它好掌握。是的。啊，因为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输十目也是输，嗯，我输一百目也是输，那我不如找一个就是机会更大的一个通。嗯，这样来讲，感觉上这白棋其实还是很好掌握。嗯，依然不太好。你这一拐，这怎么办？先跳出来了。行，我都。但是很烈啊，看起来黑棋的星，然后他一靠，这个。啊，这靠又是一个好棋，这靠。那你觉得这边做活是件很容易的？这打完了不是加死了吗？对呀、啊，我也不用干别的了。所以说他这一靠靠的你很痛苦啊，这一靠你又不能虎，虎这边一跑就死打了就死了。对，我刚才说就简单给大家摆一下、这个，他这一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步棋，这一加非常的完美，这个造型。这个棋形，如果说你一开始就看到这个有不加的话，那么你这步靠也很好理解了，因为你这儿多个子，你就把他加死了，本来你加不死他嘛。这个那现在黑棋需要干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嗯，靠，他是做了什么？现在他顶了一个啊，因为这个不能被跑那没有办法呀，然后这被逼无奈纯属，然后白棋挖了一个，那这样就已经很明了了，这个形势啊，我们现在就可以算一下总账。这个这一战我感觉基本是要奠定输赢了。嗯，因为首先黑棋我们说到刚才，其实他这个拼搏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把上面吃掉。嗯，对吧，这个是他的第一的目的，同时呢他需要把这个连回来。嗯啊，当然我们说这个想同时把这两件事办成呢本身就很困难，但至少他是这么想。但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其实这个好像跟他的想法出入有点大。因为第一呢，他这个上面其实是吃了一个非常扁的一个棋形，对吧、他是吃到三路去了。对。那同时还没有吃干净这个。然后呢外面这三个是被人家吃了。嗯。这块空呢也没有破掉。然后呢这个也没连上。然后再算一下跟之前的这个目数的这个计算来讲，其实整体来讲这个战役还亏本了感觉。那我本身形势就不好，那我这个棋还下成这个样子。嗯。这之前黑的有没有一些，哎呀，但是跳这个，跳这个他是不是也是要往哪儿被他靠一靠一靠？对，哎，总是感觉操作起来非常的困难。打完了然后一尖也还是尖死了，对，又死了，而且反正总是要被照死的这个感觉。而且这边黑棋没法走啊，你搬一个他长一个还是先手。嗯，这样是不是会好一点？我就不知道。我们看，然后他顶了，会好一点吗？至少你没把我扳死，扳完了断，我拐过来是个双活。但是这样白棋也很好下。然后我又会觉得没什么好的，反正就是这人家就随便就出来了。嗯，那我们再往前看几步，这个真的是首先第一，我觉得可能问题最严重的就是这两步。嗯，他这个棋不能这么下，我感觉。首先第一呢，第一吃完这个时候对吧、他先造了个劫财，这个我们好理解。嗯，然后他打第二个这步棋其实可能是一个问题的关键。我觉得他首先索性就粘住呢，先把这个先粘上呗。粘上是吧，但粘上其实人家也是要消劫是吧，对，消他也是要消劫的。消劫你把这个吃了，那这样还好点。这个吃了跟之前这样吃其实可能区别也不大。他就是说他希望下成的效果就是这个效果，他们把它抓起来，要把它拔起来。嗯，其实这个粘也不是结、嗯、那如果要是打这个我们看，然后呢强迫你先粘回去，这个图行不行？我觉得必须给黑棋需要找一找办法。他实战那个我觉得不太成立，先让你粘回去，粘回去是吧，粘这个，那黑棋这样的话呢，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你上边是一个一手棋补不进的一个劫、对对吧？
那么我们黑棋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在这种地方去操作一下？我不太清楚。比如说先造点劫财什么的，先靠一靠，对。然后呢，因为你这儿，你首先你要是尝这个，首先我这个顶可能是劫，我是不是就可以吃完去顶这个去了？因为你这儿你手气补不净，对吧？你粘住我以后还可以从那上面开劫，对，是吧？这样下会不会比他实战要好？我感觉，因为首先第一呢，你这儿先弄几下，如果他这儿不敢动的话，你甚至可以把战火再往他边路再烧一烧。我觉得可能还是他还是吃这个，先让你这儿先损一手，先让你停一手棋。然后我就要比他实在不行，我这儿还可以加一下，先让你变成没活。对，我因为这个跟这个比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是差多了。我这一打吃被一拐已经出去了，我这一打我还是一个封锁的一个态势，对吧？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这样下，也许机会会更大一点。这样会挺好，因为靠一个本身白棋就挺难硬的，这个地方他一劫就要把它打爆的。对，而且你补不上。你自己补不好，你不管补哪个，你一手棋都没补干净，就算你提个劫，他这先搬下来，或者先搬这个，然后回头再给你提回来，再接着再撑着。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比他那种实战的拼搏要好一点？因为实战来讲，就是说，只要是人家可以很清楚的把局面控制住，那你的拼搏其实就是失败。虽然说这个吃，你是可以把那个劫打赢。但这个好像对本盘棋的胜负似乎影响不太大。他粘在这儿，这白棋下的很清楚，我觉得他哈。对，因为这个时候白的就很白的看得很明白，白的就比较好掌握。这样是拐出来的。我们接着看他实战啊，跳，然后这个地方一靠。对，这个时候如果说这种时候黑棋他提劫之前，那可不可以再打一下？先打吗？打这个好吗？这样打一个他是不是会长啊？其实我觉得刚才白的最简明就是直接拐的。我觉得是，对吧？你吃他再提嘛，你没劫啊，就这样的情况下是吧？那其实你先粘跟先拐，你的次序是没有区别的。其实肯定应该拐更好嘛，对吧？理论他如果说冲提过来，这全盘根本就找不到另外那个劫财。这个拐应该是更加简明。粘毕竟黑的还有可能去打一下，对吧？对，有道理。下成这样了，现在。然后，黑棋提掉。然后白的拐。然后白棋拐。我们还是看看他实战就行。这一跳。这一靠的他完全不会了，已经。然后他顶。白的一挖，虽然说好像李维清是找到了一些头绪。但是最终这个越来越糟糕，这局面结果来看好像不是很理想。然后他还是需要处理之前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形势已非了，这肯定是不太对，因为这个我自己还要去单方面讨估。这跟刚才来讲，我至少白棋还没有活。现在白棋就下的非常简单，他就简单一并，他都不给你吃他的机会。对，他先确保自己先一做活，那你这个空就是干不够。等一旦白棋把这个空守下来的时候，就是比赛结束的时候。对，对吧？他就并一个，下的真够那个结实的。很稳。黑棋搬。李维清也是不停的再去挑衅他，但待会他当然是想把空围成这样了，这儿全是我的，这木多大呀！这个要再出棋就不容易了吧？里面，他希望搬，然后希望你自己先回去是吧？希望你从这粘，他再拐上面。我就拐住。那他这个想法是挺好。这个确实跟单拐要差不少，单拐人家还能虎在这儿。他要搬掉你一下，但这肯定会遭到反击。一周也肯定说不可能让你这个下的这么舒服。然后他急打了一个。他是打这个啊？对，我突然在想啊，他是打这个是吧？对啊，对，因为打这个人家可以长我。是的是的，他是长一个打这样，他这个打好。这个打等于你要是粘，那他就回去算了，你拐他就贴出来。对，这样白棋也木够了吧？如果说下成这样的话，这黑的应该不够。贴了翘下去就完了。对，主要你自己的形状还不太好，这个。小心一会儿被挖断了这里。
黑棋呢，它实际上哦又拼上去，它但是我们总感觉它这个拼法呢，有点悲壮。这种棋，其实应该也是挺饱眼福的，因为一般来讲你看不到这种招，是这种招一出，一定是这个棋有一方已经是形势已非。嗯，啊，因为这个先被轰完，从这儿一个夹缝中打出来，然后人家再顺势一挡。嗯，你看白棋下的还是很，就是说也不着急，没关系，你有劫你提呗，我就先压过来，没关系。这一带这力先手，这脚上还可以有各种的做眼的手法，有转换的手法。对，而且白棋其实它的这个选择非常多，你只要别把我那块棋全都吃掉，嗯，它就好办。而且你这走着走着这就对对对，小心那会儿这个地方棋它一接，嗯，你这还有个。还建立一个结，嗯，上面这一立了一点，人家也是活的，嗯，所以这个黑棋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这样想，他提的时候，白棋还没有接，他先立了一个，你这三个子不能死，你这三个死了，你这整块全死了，没有活，只有这一只眼，这不是眼的，还能先找个结是吗？还得小心呢，太惨了，我觉得这个还是结，那提，还能再提个劫，黑的把它提掉。对，我刚才忽然在看张老师，他这个如果说这样，假如说黑棋把这个提掉，他这块棋，他有没有可能活呢？他靠这个是什么呀？有可能活呀。嗯。这还是没杀掉是吧？白的就粘住，不是就很简明吗？为什么不粘呢？那他一会儿再打你一下，够讨厌的。这块棋活肯定是活棋，但是首先第一活了就赢了，活了也不是说就赢，活了也不赢，因为对他有一个问题，他活棋那他得靠这一下，就是他即使是这样吧，我觉得靠白的就加就行了，我感觉靠就加，然后他挤一个，是不是就挤让你活吗？挤就活了是吧？就这样，就粘住，然后顶这个，就顶吧。我本来想让他卖这一下，因为他要靠这个来活。如果说我能打着的话，这个提先手的话，我可以粘上了。主要这个棋形可能以后再被打上去的时候还是不太舒服。确实。嗯。所以说这个棋，即使做活可能也不行，他可能还是需要吃白棋。嗯。光把这个轰了，只是一时看起来比较的爽快。比较的舒服，但是好像对整盘棋影响好像不太大。他提掉了，然后提劫。哦，他想先把劫提回来，什么？他还不想让人家提粘回去呢。刺，黑棋刺了一下，劫粘住，提劫啊，提第二手他就粘住了。其实这个粘住就很好，因为粘住本身来讲，还是刚才说，只要是别全死，这个就可以。嗯，那这个其实下法应该是挺多的。长了一个，白的提劫啊，现在应该是心情比较愉快的一个劫。他断一个，白的就打吃是吧？提，白的一冲，这个就是说。白棋没什么压力，你这个地方确实欠的东西太多了，你也没劫，因为这个一旦被白棋提通的话，你这棋就死了，对吧？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地方。对，是的，这中间随便一靠不都是快死了的。这一冲，但这个是不是也只能粘啊？他都好像他连粘都没粘，他直接粘劫。他粘了这个。这个不是明显不行，这个提掉了是吧？他是要把你放到这个边上去杀吗？我这太黑了。我似乎理解李维清的意图了，但这个好像有点现实啊。这个尝这个是吧？立下去，然后白棋虎出来，白棋虎出来了。这个白棋只要现在来讲，他只要做活，这个实地来讲差距肯定是越来越大。这比地现在已经不太现实了，好像已经没法比了啊、这个，已经没法比了。对，靠下去。可能这个时候更多的就是一个拼搏的一个姿态，但是这个
难度实在是太大了，这个棋搬底下白棋长，就白的下很简单，简单明了，你并好，他这是很明显，他这儿我团一个是一个先手眼，一个先手眼，我只要这儿能做出一只眼来就行了。对，这个这只眼怎么破呀？这个应该是下到这个时候已经是不太成了。长下接上，接住，飞，他飞了，白棋拐下去，白的拐，这个感觉上黑棋应该也就是走走过场，这个调整一下心情嘛。对，调整一下心情。这个首先我们看杀了半天，杀到黑棋空里去了，这串儿，而且自己这二行还是没有活看清，这个欠的东西还是很多。待会儿这个白棋飞他一下，他是怎么走的？不太清楚，这个应该是差距会比较大。然后看看黑棋还能在哪儿拼搏一下。现在哦，他飞了，还是先再回到这边。他飞一个，因为快棋还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对，是的。他呢，首先第一肯定先是在这个路没有走近之前，一定要再闯出一条路来。然后他提，对。就喊一周下的也很稳当，因为你不提的话被人家先手占一下，他就先提一下。你看这个时候他就索性他拼了，这个时候因为他看出来你挡着就简单爬一爬，是啊，就你这只要是不给他破光你都无法去争胜。那其实他索性就是最后一战啊。对，但这个来讲看起来就比较的悲壮，这个能把这块做活这可能性不太大吧，可能性不太大，因为这里面空间这主要白棋太厚了，这个地方那人家都竖了两排了，这儿竖了一排，这儿竖了一排，怎么活呀？这个太考验基本功了，这个能把这个做活基本功我相信他的死活题应该是没少做但这个我实在不知道他能坐在哪儿能活呀，这样的棋。这个你这个问题提的这首先连这个挡都是后手。对啊，挡这个你这个子都吃不掉他，那人家就随便杀了他，这个跳一个之类的，立一立搬粘，我感觉怎么下都死了。那这个搬他最后也是至少是白棋挡次序下的还是很巧，断了一个，搬了一段。对，接上，这还下挺好的，这样一路打吃就有可能是基本上能打着，可能。但这个首先你现在来讲，你打是打不到，你现在打他要打得长。你要能打到一下，至少要好很多。打着一下，意思就是我让你在这儿活是吧？对，你这样我就打就无所谓，那边都死了肯定不行。这死也不行，他就长嘛。他团这个活一小块是不行的。对，这个因为你这上面已经损很多了。而且现在来看。这个对杀肯定是没得杀，这个要差好多气。杀气的气事儿就不用记。那这个他只能说是实战来讲去做的什么？尖了一个。他想尖。因为现在局部已经是做不活了，他现在来讲需要，因为白棋突然发现这还没活干净啊。对，小心一点，这被炒出来是没活的，你得提掉才活。看看这个地方能不能再生出一些事端。他是爬的，爬这个，这爬一个很牢靠啊，下的把这边的这味道都给去掉了。爬完再打爬是吧？韩一舟看起来确实状态非常的出色，这个对啊，我觉得他特别冷静下的，对，一点也不着急，而且这下快棋就要这样，我是快棋是特别容易让人不冷静和冲动，然后。就是说你形势一不好你就容易着急，这一着急吧只会越来越快的跌入深渊。对，是这样。至少这盘棋感觉上韩一舟的这个心态要比李维清要平稳。我不太清楚韩一舟是不是他联赛他快棋上场比较多，但我觉得他这盘棋看起来快棋下得很好。对，这个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啊。首先第一呢，韩一舟在联赛他下的快棋其实应该是并不太多，他一般都下慢棋是吧？他一般会下慢棋比较多，因为主场来讲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固定的一个快棋的一个安排，比如说陈耀烨
托加西，嗯，包括他，嗯，可能是更多下慢棋，对。然后呢，快棋可能会让比如说蔡静或者是谁去，主要就是说主场的这个快棋就你来包了，嗯、这是很多队的一贯的一个做法。然后呢，客场呢，那就是抽签儿，那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像你像慢棋下的很好这些人，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棋手，嗯，邱俊。对啊，但是他其实快棋也挺厉害。他的这个慢棋啊，就下的每盘棋特别慢，不给你磨个五六个钟头，这盘棋就算没下。但你发现他的快棋，他直接读起秒来，人家也丝毫不怕。是的，也就是说，这种在这个读秒这个功夫特别强的这个慢棋手里面，其实他的快棋也是成绩也很好。嗯啊，你看这盘棋，人家虽然韩一舟他这个快棋看起来下的少，但你发现人家下的是。嗯，没有什么漏洞。嗯、没错，这我没看到白棋有什么明显的坏的，而且他一直占据优势。对，而且你看这个地方计算，他虎一下，嗯，他好像下的也没有什么毛病，虎粘，粘住再起。虽然说呢，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黑棋长一个，有点这个波澜是吧？这个好像要对杀了。对。但是呢，其实冷静的看一看这个地方。对杀是对杀，但就是你杀不赢，就杀不赢，就是杀不赢，没别的。他长，因为这一扑、嗯，我们再简单看一看这个提掉，击打，击打粘住，他就拐一个收气嘛，就拐一个，特别明白。这个地方气差的实在是有点多，这个你我们看简单，差的不多，也就差一气。是吗？就差一箭、嗯。对，挤一下，粘一下，它就粘住，是吧、嗯？然后现在黑棋收这一棋，是吧？然后打吃，接上收这棋，收这棋，铺完了半，它就差一棋、哦。其实也就差一棋。哎，对。但这个差一棋、这个，差一棋是有故事的。他说我这个。我不就差你一气吗？差的也不多，嗯、也不多是吧？差一气你就死了。这个对杀起来，这一气都差不多。这差一气这，对，对于对杀来讲，这个整个就逆转了。对你如果长一气的话，你就把人家吃掉了。但是你从差一气到长一气，那可不是这路可不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是的，虽然看起来，而且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这个地方，我觉得李维清已经、嗯、他只能说已经尽力了。他这个虎的时候呢，就是黑棋，他有一个这个，但是这步棋呢，他遗憾的是，他也正好是差一点，也是差一点，也是差一点，差的不多，就是差一点，白棋接上，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粘住，他粘住，然后他扑完打，传打。黑棋粘上，他的最郁闷的是，这个时候人家可以扑他一下，对，他不是说打在这儿吃，他是扑这个，然后你粘不上，你发现痛苦，这个棋形很痛苦。反正你横竖都是差那么一点儿，差的也不多。人家这些变化，我相信韩一舟应该都是给你预判好了，都计算范围之内的。是的，这个你差的不多，你每个地方都是刚刚好，差一点就很绝望了。是，可能很多很多。棋迷朋友们会有这种感觉，就我这盘棋总觉得自己有机会，对对吧？然后总觉得好像这个地方快你一气就把你杀了，这个地方好像你少这点你就死了。嗯，但其实你发现你差这一点，你就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你就是差那一点，把这个整体这个结果扭转了、人家都算清楚了，对，你就差这一点，对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实力上的差距，是没办法。你看这个地方。他也是差一点，他也差的不多，但人家都算清楚了。你这个其实就是你横竖都是差这一点，反正差这一点，那就没办法。大吃，嗯，然后这个地方一拐，是吧？嗯，然后李维清最后又他因为这个地方已经看清楚自己差一气、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对，最后下了几步啊，挤了一个，是吧？他挤了一个破他眼，但是人家看得特别清楚。啊，其实你看这块死活也就差一点，一停，他每个地方也就差一点，差的不多。最后呢，两步棋是搬了一个，是吧？他搬了一下，搬一座眼。你说，其实也就、也就差一点，你不也就是两个眼做活吗？但你要真这么想的话，那你就你大错特错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从这阵差一点到让人家差一点，对啊，这可是一条漫长的路。这个。那下到这儿时候其实比赛好像就结束了，是吧？对，下到这儿的时候就不行了。
确实是没法下了这棋。对，因为现在来讲这个时空已经差太多了。嗯啊，其实整盘棋来讲我觉得也是很精彩的一盘。嗯，一开始呢这个地方其实作战来讲本身可能是还很正常。对，但是呢也许就是黑棋在跳这一步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对，在跳这一步棋的时候，由于白棋这个刺了冲，理论上来讲其实你在刺的时候就应该转换。嗯啊，就其实就可能就是应该冲了搬下去，但是呢，他又觉得他有点心疼吧，那儿死有点心疼，太大了。其实我相信他在跳的一瞬间，他是看到人家刺，嗯，但是呢，他如果是这样去硬来的话，我觉得可能跟他的原本一个思路可能是相悖的。他可能没有想到人家会这么硬冲断他，他可能也是抱有一定的侥幸心理，觉得可能是不是你？他觉得应该不会这么冲断我，是吧？你是不是这个？你因为你是一个本格派棋手，对不对？你是不是应该跟我下的，咱们就差不多打打太极，就开始冲关了？可能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但从这儿刺了一冲断开始，发现这个就走上了一条就停不下来的一条路了。嗯，但是毕竟你是理亏的一方嘛，对吧？从这个战斗来讲，好像白棋是占了一定的上风，嗯，我觉得。但后面其实有几步棋，我觉得李维清他下的也是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几步棋下的，就是白棋，你看，其实韩一舟这步棋下的也不错，对吧？对，这步棋下的挺好。然后他跳了一个，是吧？对，跳接搬了一连搬。嗯，这几步棋呢，其实是为整盘棋的这个结果其实产生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对，是的。因为如果要是按照这个韩一舟的设想，他可能觉得这盘棋已经是基本要收入囊中了。觉得按照他自己九成九了。对，设计的一条路来讲，我把这个空全都围住。嗯。上面呢，你吃的不大，对吧？这个地方呢，大家都简单去定定型，就完了，结束了。嗯。但是下到这几步的时候，他发现，哎，这个棋好像跟他想的有点出入啊！怎么是直接你又要把这块连上？还要精通我这上面，嗯，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后面应该是黑棋也许会有一些机会，嗯，啊，这个从这儿下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个肯定不是韩一舟的本意，这个，但最后呢，张老师的意思是，这白棋是被迫出手的，被迫出手，这都连扳了，我这实在没法再忍，对，我不能再什么简单尝一尝就死了，对不对？然后这也让你全围上了，嗯，你甚至以后连这块空都要围，那还要去杀我，那这个就。完全谈不拢了。对，是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快棋当中很多战斗都是没法避免，对吧？没错，这个，都是箭在弦上，你这个棋都已经这个刀已经快捅过来了，我不能说让你捅我吧，对不对？那只能说咱们就开始开始对攻，就战吧，反正对在这一带。但是最后呢，我觉得可能黑棋也许会有就比如说靠的时候这个扳索性就拼，他会有一些拼的手法，我觉得，嗯，不知道行不行啊，嗯啊，比如说先拔一朵，对，或者呢，就是说像之后这个，我觉得可能最后的败招应该是这个找接招，嗯，啊，他也许真的是只能打完先让你先提回去，我在这个地方再去造一造劫财，就提这个的时候，白棋基本上只能粘上，因为这个劫太重了，如果被提过去的话，也许败招可能是这一步，我觉得走完这一步好像。就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打，这损劫这真是不能乱找啊！这一步棋太损了，是这一步棋一下，我觉得损的有点飞了，这个感觉。可能这盘棋基本就他跟胜利已经说再见了，他只能打这个，这个没有办法。他想把人家提光，这个思路我觉得是对的。嗯，但是这个绝对不能说是你为了打赢这个劫，你什么都不管了，那也是不行的。我觉得提可能白的也是只有粘，嗯，这样的话至少你那个地方一手棋消不净，我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些腾挪的空间，这步一下已经不行，这步一下已经输了，这个被拐出来，人家那个劫都可以不要，嗯，但是后来我看，假如说他第一个不打吃，他吃成这样的话，张老师您觉得怎么样？他把这个抓掉，他搬在这儿，虽然说我不像那样提起来那么干净，但是至少你这下唬不着啊。如果说你回防一下的话，那我加这个是不是还可以有一争胜负的可能性？因为你这个粘是后手。我相信，如果要是他跟他实战相比的话，他肯定笑像这样。那倒是。他肯定是笑像这样，因为他实战是明显不行。他这个，他可能也没有想到这怎么简单拐出来就输这么多。嗯。
但是白棋总体的，而且这个局面把控啊，各方面都很冷静啊，非常出色，确实。啊，那么祝贺韩英周获得了这盘棋的胜利吧。对，然后同时他也可以继续再往下战斗。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